今天说这产品非常切中我的需求，我一个人就要订10,000份，还10,000份呢？就我们这点工资，也是。要不是为了工资，我早就当美 master，怎么还不去死？去死吧！今天必须死！白志向这个乌龟王八蛋，怎么还不去死？ 白志向这个乌龟王八蛋怎么还不去？白志向这个乌龟王八蛋怎么还不去？嗯，吃苹果啊，我也吃。嗯，好吃吧？嗯，就这一把，这个可以做一些补充。 这快递谁放我桌子上的？你们分别到我办公室来。死期将至，手游的名字吗？我们公司做手游啊。 小时候啊，习过欧楷，这个死期将至是您的新品战略吗？江字怎么写呀？毛笔呢？它得是七郎三阳是最好的，这个见笑，见笑。嗯，我能写英文吗？ 汉字写的不太好，白同学，这个是不要开除我吗？这是审讯吗？就有点紧张这个字儿。嗯，那天下班以后我就回家带孩子了呀，然后反正忙忙叨叨一堆事儿，哪有功夫出门啊？ 昨天晚上我就在公司，我哪儿都没去。那我私人的时间也要跟你解释吗，白总监？还解什么吧？咱公司网速比较好，我在公司打游戏来着。我昨天去参加英语补习班了，为了能够更好和咱们顾客沟通嘛。哦。
去呗。不怕您笑话，我这下班以后能干嘛呀？回家给老婆做做饭，打打洗脚水，然后那个她爱看什么电视，给她把音量调好啊，就这些。你是不是对我怀恨在心？当然了，你能让我留下来工作，我当然十分的开心了，十分的感谢你。那确实，任何人都会被我的善良打动的。李路多，我看你跟踪白真相比你上班积极多了，早上也不赖床了，这生活呀越来越起劲了。我看你是看戏看得越来越起劲了吧。李路多，早啊！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怎么在这儿？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运动运动，哈，嘿！大老远跑这儿来运动啊？是来跟踪我的吧？我跟踪？我没跟踪你啊！我跟踪你干什么？说实话，你到底有何居心？我为什么给我送恐吓信？说。恐吓信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撒谎？我没撒谎。OK， 恐吓信的事你可以不承认，毕竟我也没有抓到现行。但是跟踪我是真的吧？这一路都有摄像头，我现在报警，调出监控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跟踪我。不至于报警，不至于报警，不至于。那你说实话。我那个，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。果然。上次到我家赖着不走，也是想借机多亲近亲近我，对吗？哦，是我那个忍不住亲近亲近你，所以忍不住到你家，然后忍不住今天跟着你跑步。真是丢死人了，李路多，你这话都能说出口。倒也并不意外，很正常。其实我早就猜到了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你省省吧。这种奇葩理由你都想得出来啊？你以为我想呀？还好霸王哥没当真。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心有所想，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。你闭嘴。哥，我回来了。不是说今天回自己家住吗？哎，我还得再续住几天，这个感情的债呀还没有抖完，我今天回去又差点被堵个正着。妈妈这儿打算全部了，不喜欢就直接拒绝，玩什么消失？我都说了，但这个女人一旦陷进去是很难自己走出来的，我消失
是在帮他们尽快摆脱苦海。我请教你一个问题。你请教我？今天的星象没有异常啊，你没事吧？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陷进去了？这，等等，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啊？该不会是李路多吧？他向你表白了？这一点倒是毫不意外，但是我没想到攻势如此的凶猛，我的魅力实在难挡，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那你也别控制了，赶紧接受吧。不可能。虽然他无法拒绝这样的魅力，但是我跟他之间不可能。可是我直接拒绝他的话呢？他会因为情绪失控而影响工作，我要合理拒绝，规避风险。挺像啊，他那两个娃是不是长得很有？打扮得如此鲜艳，是动物界常见的求偶行为。虽然很好看，但是休想这样就吸引到我的注意。白总监好，白总监早，白总监，白总监，这个是最新的销售方案，要不您看一下，这里面详细的讲述了那个。果然，李路都已经开始陷入对我的迷恋了。哎，白总监，嗯，这个要不看一下？看完了，签下。那我还要修改吗？白总监，请进。那个文件，数据都反复确认了吗？数据是您给的。那也不行，不能迷信权威，你要反复确认。嗯。暗恋中期，他会主动和你发生肢体接触。死缠烂打模式，不经意制造与你增加相处的各种机会。白总监，对不起，我的笔。没想到事态如此严重，已经发展到晚期了，必须及时止损。谢谢。你等一下。虽然我之前已经说过了，但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。请不要对我有任何非分之想，你越早放弃，对你造成的伤害越小。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感，即使悬崖勒马，暗恋到了晚期是很难治愈的。我不能这样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深渊，否则我只能让你离职了。离职？白总监，我来呢是要跟你说一件事的，就是有人骂你去，或者诅咒你去，你就会掉，然后我就会陷入时间循环，你懂吗？你打什么哑谜呢？我没打哑谜啊，说的还不够清楚。时间循环啊，这种理由都能想出来，有点太儿戏了吧？被车撞，被雷劈，掉进下水道，这些你都不记得了？你怎么知道我梦见过什么？这不是梦啊，是你在时间循环里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儿。我就在旁边，喝酒被车撞死，我就在旁边，在公司开会呢被钟砸死，是我诅咒你的。最近一次呢是在电梯里摔死，是因为你说了肥肥，肥肥诅咒你。他研究我都研究到我的梦里去了，太疯狂了。你不相信是不是？我证明给你看。
我竟然会跟你来验证这么荒唐的事情，我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上司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。白振湘，去死吧！然后呢？绝对不可能，这一切都是梦，只是梦而已。早，白总监。白总监早。哎。早，白总监。早。早，白总监。早。李路多呢？哦，他还没到，您找他有事儿，等他来了，我让他去找您。好的。哎，秦姐，你有没有感觉白总监今天怪怪的？有。白总监，早。早。嗯。那个，我安排给你的工作，你都做完了吧？一点都没做，谁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得罪人，然后骂你去，然后就陷入了时间循环。别给我提时间循环。你是忘记了龙卷风把你刮跑的那件事了吗？要不要我现在在这儿诅咒你一次试试？哎，那风也太大了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会突然刮了一阵龙卷风？然后我为什么会在自己床上醒来呢？你有记忆了，你跟我一样陷入了时间循环。我不是一个人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嗯，你会催眠是不是？来，你给我解开。你有病吧？对，对，这就说得通了。我应该是有妄想症之类的精神疾病。啊，我现在精神有问题，我现在甚至可能还在梦里，压根没有醒。此刻的我是不存在的，你也是不存在的。哎呀，你看，你这样疼是清醒的吧？我刚开始知道这件事儿，我也不相信，我也觉得我脑子疯了，脑子有病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也许是老天惩罚我们俩，跟我们俩开个玩笑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哎呦，还我们呢，别往脸上贴金了。你配得上跟我相提并论吗？但是你终究是要面对这个问题，解决这个问题，不然咱俩会一直陷入时间循环，对不对？我们咱俩这种词你都不能使用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有人骂你去，你就真的会去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
我是不是有病？从您头部的 CT 和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来看的话，你没有问题。不可能，这段时间我老有幻觉，这至少是个精神分裂情况。啊，是，我之前呢也是从这方面考虑过。我们精神科的医生呢也对您的精神方面做了许多的测试，再加上我们各科的专家会诊，一致得出来的结果是您没有毛病，并且呢还不是一般的健康。健康会有经历时间循环的感觉吗？虽然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直重复时间循环这个事儿，但是白先生，请您不要质疑我们这个团队的专业性。你给我办个住院吧。这不能乱动，不能乱动，你们仪器有问题。您稍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啊，给谁啊？让他们安排您再检查一下。我生病了，听见没有？我生病了，我要住院。哎，不要住院！什么态度？我没病，我不住院。白总监，面对现实吧。按电影里的说法，如果我在梦里，陀螺就不会停下来。不可能，我一定是在梦里。电影里的东西不能相信。电影里说，高空下坠时，人就可以从梦中苏醒。这位朋友，人生的路很长，你有什么想不通的，你说出来，大家帮你一起解决。人是不可能一直重复同一天走不出来的。他什么意思？是觉得生活太枯燥，每天都在重复。这位朋友，其实我们都一样，每天的日子都不停地在重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凡的生活就没有意义呀。这首歌怎么唱来着？我曾经是。别冲动，你能不能不要在我的梦里走来走去的？这不是梦啊，这是正在进行时。白总监，你不会是想用自杀来证明时间循环的存在吧？我天哪，又来！不要再提时间循环这四个字，这绝对是梦。这不是梦，我善意的提醒你啊，就我目前知道的是，有人骂你去，你才会去，时间循环才会重启。你要是真的这样跳下去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活着回来。梦魇，简直就是梦魇。小时候就欺负我，长大了也不放过我。你快走吧，别耽误我自杀了。跳吧，你试试吧，来吧。哎，你看他俩像不像情侣啊？又来一个呀？好像是啊。跳啊！别犹豫。哎，哥们儿，跳不跳啊？都磨叽大半天了，大家都在这看着，我们还有工作呢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你到底跳不跳啊？我跳楼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别浪费大家时间！一群冷漠的人，你们要这样，我就不跳了，我跳也不跳给你们看。他在这逗我玩呢，神经病，去死吧你！嗯。要从4月14日懒人美食聚餐开始。你被车撞死之后呢？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的陷入了时间循环。而且我上次跟你说过，只要有人诅咒你去、骂你去，你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时间循环。
你知道我过了多少个四月十四日吗？你那些噩梦都是我重复每一天的碎片。时间循环怎么产生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产生的，也许是老天提醒你，劝你善良一点。客观世界可没有老天这个概念。客观世界也没有时间循环这个概念。就别人诅咒我，去，我就，然后你时间循环了，就干脆啊，别人诅咒你，你死，你陷入时间循环，你自己玩嘛。我还希望你死，你时间循环，你自己玩，别带着我呢。怎么逃脱？怎么逃脱？我还没有发现。不过我知道怎么让时间循环不发生。我解释给你听。只要你洗心革面，自我改造，让大家不诅咒你，你就能逃离时间循环。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造？自恋、臭屁、刻薄、挑剔、自以为是，这一说一大堆啊！一派胡言。你的个性呢，就像一块磁铁，吸引大家过来诅咒你。你要是再不善待身边每一个人的话，你就会不断的陷入时间循环，一遍一遍的去。我做人向来光明磊落，公平公正，合情合理，偶尔呢还会教大家一些做人的道理。凭什么诅咒我？你真的不觉得自己有问题？有。正直清高，太过优秀，确实容易遭人妒忌。你不觉得自己冷酷无情，对人挑剔又刻薄吗？我通常只是说话比较直接，这样可以提高大家沟通的效率。有问题吗？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直截了当的做自己，那你又有什么资格责怪别人来怨恨你呢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想让我变得跟大家一样虚情假意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不是虚情假意，是生而为人的基本礼貌。我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，你不要妄想改变我。难道你是想被车撞、被雷劈、掉进下水道、被砸死、被龙卷风吹走，一遍一遍的死，一遍一遍陷入时间循环，还是自我改造，逃离时间循环？你自己选。微笑一下啊。没打牌。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说，多打牌还是有好处的，可以让自己的智商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准当中。但是要合理分配时间，劳逸结合。在聊衣服。对，闲聊，闲聊。不错，今天我上班来的时候看到了，确实这身衣服很绿，搭配也非常的合理，能看出你出门的时候一定非常用心的考虑过了。谢谢白总监，这衣服是菲菲帮我选的，我还担心自己穿不出来衣服的感觉呢。啊，你帮他选的。对对对，菲菲你也参与一下吧。嗨，闲聊吧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同事之间就是要团结互助，工作上也要多帮他。他那个 PPT 做的相当凑合。但是我并不着急，这说明你的进步空间非常大。加油！啊，我很看好你。哦，好的。干活是吧？工作没忙完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先忙。请便，请便。订书机很难用。没有。订的都歪了呀。我，但是很有艺术感，那种笔直的钉法
非常的死板。我们产品部是一个讲究创新的部门，就是要这么洒脱。朋友们，钉砂的钉书机用得非常好，它跟常人不同，钉出了一种贪吃蛇的感觉。哇！希望大家向他学习。我们部门的人就是要这样，不死板，不教条，充满活力，放飞思想，天马行空，好不好？说得好。是啊。陆东姐，我最近是做什么错事了吗？你没有吧？事出反常必有妖啊，他是不是憋什么大招呢？我觉得他是病了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，说不定是他良心发现需要改变一下。他连心都没有，他还有良心？陆泽，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把他说话？刚刚的方案又没通过。不通过正常，通过才奇怪呢。白总监就这么一直卡着品控，什么方案都不给过。万一市场被同类型产品给占领了，咱们以后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我看白总监是想换供货商了，不想用 C 加了，还想换成优点。优点好有什么用啊？跟人家都谈崩了。我觉得 C 加又挺不错的。你觉得不错有什么用啊？人家白总监不觉得。他懂个。一起吃饭呢，一起吃饭好，一起吃饭有助于提升团队合作的默契度。啊，对，是啊。下次可以给我留个座。Hey Steve， 你这个筷子用的……哦，一直想改，有点难。他在国外长大，用筷子肯定会有点不习惯。我也在国外待了很久，我用筷子没这么丑啊。你这筷子用的手拿太低，很难看。说小了是个人用餐礼仪有失水准，说大了影响整个中华文明的传承。白总监，这不论是筷子还是叉子，能吃饭就行，你说对不对？那不对呀。瞬间饱了，我没胃口了。请你不要在公共场合抚摸我的手，这样会有办公室性骚扰的嫌疑。白总监，我拜托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关心下属和多管闲事是两码事，你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。今天我的表达已经相当委婉了。你对委婉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我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和让步，你让我面带微笑，我也没有面带微笑。我按你说的做了，你又不满意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行，就你这态度，我不管你了。但请你不要把我拉进时间循环的黑洞。答应你，我真是蠢死了。你蠢是路人皆知的事。喂，李路多。嗯。你午休的时候出来一下。那边。不是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先拿上，你先拿上。试完出来，我告诉你。啊！不对，太老气了。
不行不行，太居家了。太普通了。你是不是在耍我玩啊？你来回让我换衣服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相信我吗？我有我的原因。我没时间跟你玩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想重新搞定优点？白总监，之前你们产品部的失误，优点的关总就没有追责。你现在又要回头找人家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要重新跟优点合作。现在再次更换供货商，要继续花钱，也需要花时间。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必要吧。是啊，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供应商 C 家呀，我觉得呢不比微胆差，可以说跟咱们三星是强强联合。咱们现在懒人计划也不错呀，我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，咱们回头要去找优点。你要能想出来，公司花这么多钱请我来干嘛？行，那你说说你的理由吧。跟 C 家合作本来就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虽然懒人美食的销量不错，但 C 家的原材料品控上一直不稳定，多次跟他们沟通，反应一直都很敷衍。而优点不一样，优点在品控上一直有很高的要求，而且一直在做创新研发。从长远来看，优点才是三星最好的合作伙伴。如果不抓紧时间，优点一旦跟竞争对手合作，我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白总监，白总监，哎，现在优点已经不跟你合作了，我们现在跟 C 家合作，它一点风险都没有，很稳妥的。只求稳妥能成什么大事？做普通的中庸产品没有意义。不是，那你不能就是让你自己爽，拿公司开玩笑吗？公司请我来就是要完成一些常人做不了的事情，不然我为什么领比你高那么多的薪资？好，那你这么说的话，哎，这个事情完不成的话，你就拿不了那么高的薪资了，对不对？搞不定我薪资减半。好，那你把郭涛的话再说一遍，来，我现在给你录下来。那麻烦你给我拍帅一点。哎，搞不定的话我薪资减半。哎，好了，这是公司高层会，不是中学生辩论会，胡闹。让白真相先试试。既然艾总发话了，你就试试吧。等我会儿，你别走啊！喂，等我会儿啊！江火火同学，我是想认真租你的房子，你能不能认真考虑啊？如果你是想逗我玩的话，那这房子我不租了。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？猪头才不认真呢！哎，不对，我刚刚的话不会刺激到他了吗？他不会骂我去死吧？哎，赵同学，我反思了一下，我错怪你了，我没有理解到你的真正用意。知道就好。你是不是喜欢用反讽来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？就像上次优秀员工评选，你故意选择每天在朋友圈邀功的钟晓翔来作为优秀员工代表，你并不是不知道他有多虚伪，你是想嘲讽他，让他自己感到羞愧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哎，刚才在开会的时候，你并不是不知道 C 家有问题，你是想反讽 C 家，让敖总意识到必须要选择优点来合作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，你有病吧？反讽，靠，跟你合作很愉快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做我女仆啊！搞什么呀？我房子的事儿还没谈成呢，他怎么又把自己给作死了呀？我刚才这么委婉，为他精心设计了台阶可以下。为什么骂我去死？不可理喻。
这个时候我打电话我就输了，得让他先多死几遍，让他先崩溃，我一定得坚持住。等一下，刚才是不是我反应足够迅速的话，我是不会被电死的，我可以打破这个诅咒。跟你合作很愉快。白真是肉，你怎么不去？咋了？白真笑，你怎么还不去？哎，我好像说过这句话了。那是穿越时空，就你一万次的力量。相隔着一道墙，一座城的时光，不经意的试图的眼光，还有忍不住的感伤，又看到雨后的彩虹，想起那是你的笑。前方的路途，只要一步一步，就能靠近爱的真相。逃不开的那个世界会怎样？原来念念不忘总有回响，擦不掉的那些过往会怎样？那是穿越时空的是流浪，还是一样倔强？